手就打呢個小小嘢嘅 ，OK，bass drum 係用腳踩嘅 ，OK， 咁啊左腳係會踩實個 high hat 嘅 ，OK， 係啦，踩實嘅啲聲係咁嘅，冇踩嘅話啲聲係咁嘅 ，OK， 我哋要踩實個 high hat 啦。好啦，跟住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數住 one two three four，one 嘅時候踩 bass drum，two 嘅時候打聲嘅 ，three 嘅時候踩 bass drum，four 嘅時候打聲嘅，做嘅嘢就係咁多嘅啫。上個禮拜 one two three。OK， 就是咁多。咁如果你進階到嘅時候，就可以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明唔明白？你就係將個拍子減咗一半咯。係啦，你將個一百分咗一半嚟計啊。轉唔同嘅 pattern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就係咁多。一、二。三四最好是怎樣呢？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先數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調轉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加埋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欸、所以回去練習的時候 3, 4, 是不是有不同先？聽落有沒有不同先？我試下不組拍子給你聽，你看看有沒有分別。這個是你們在學的東西，是這樣的。這個是我改了它的。我還感覺不同。有沒有不同？夾不同。死了，真的可能很重。是一個是嘣啪嘣啪，好好好完整的，第一個突然之間不同了，嘣啪嘣啪，個感覺有少少不同的。又或者舉個例子啊，有冇唔同？兩下個 bass 先至到一下嗰、那個。係啦，嗱，第一個就是我做緊嘣。第二個是嘣巴嘣嘣巴，只是將個嘣嘣嗰一下一個褪前咗半拍啫，但個感覺已經唔同咗啦。OK， 仲有好多千變萬化嘅玩，我就打呢個小聲嘅。OK，bass drum 係用腳踩嘅。OK， 咁啊左腳係會踩實個 high hat 嘅。OK， 係啦，踩實嘅啲聲係咁嘅，冇踩嘅話一。明唔明白？你就係將 two three four， 一二三四就係咁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最好係點咧？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先數 three。是不是有不同先？聽落有沒有不同先？我試下不組拍子給你聽，你看看有沒有分別。